是要那个庙的。对对对对，它其实就是庙，它其实就是。就看你要保什么，然后就是。我都放下来了。今天没有穿的很多，但我现在真的衣服里面都是汗，我真的很怕鬼。然后我没有想到，我其实这是第一次看这样的展，因为我之前都就是逃走，真的就是逃走。然后今天果然来看，跟我想的一样，然后再恐怖个100倍，所以我现在很期待结束展结束的那一刻，我应该会整个非常非常放松。哦，你想要逃出去是不是？真的会想逃，因为我觉得这里面的场景、气氛，然后包括我现在身边这几位，我都觉得他们随时会动起来。所以我现在在这边，即使感觉在接受访问，但我其实心脏跳非常快。所以是吓到很想要，就是就刚刚有点反应，是不是？刚刚最前面的时候，真的就被那个睁眼的僵尸有真的有吓到，就是其实就很奇妙，就是你到一个鬼屋，你看到有一个门好像有点开，你就感觉那边会有什么，但真的有东西出来的时候，你还是会被吓到。刚刚是真的被吓到。对，我刚刚真的被吓到。我其实看到门，我就觉得那边怪怪的，但真的到那边之后，有一个僵尸冲出来，我真的还是被吓到，太害怕了。那趁你不是对僵尸有没有以前有看过一些戏剧吗？就是小时候看那些暂时停止呼吸那些都印象非常深刻，但反正小时候没有那么怕，因为我觉得小时候可能看鬼电影、鬼故事比较少吧，经验没那么多。现在累积了太多这种鬼故事，所以就是那个恐惧感跟小时候比，真的毛骨悚然。就觉得这边是比较沉浸式的那种感觉。真的非常沉浸，真的非常沉浸。然后你现在远方有一只僵尸也慢慢逼近，我就很想结束访问。明明还很远，但就真的蛮害怕的。